黄晓明与赵薇同框遭调侃，我不要你觉得。两任店长做事风格大，黄晓明与赵薇作为老同学关系很好。28日，赵薇发出与黄晓明相聚照片，并配文表示，这个暑假的好多快乐都建立在了你的痛苦上，并且用了黄晓明在中餐厅的霸道语录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不过当黄晓明的新任店长与赵薇的前任店长同框，却引发了网友们的大吐槽。赵薇当店长的时候还是比较有情怀的，员工冲突不是很多，而黄晓明店长则因为延续了总裁风格，所以被很多人吐槽。节目播出后，他也直接被网友评为男演员油腻候选人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没有赵薇的黄晓明就像没有老婆的苏大强。看来大家对赵薇当店长是很认可的了。